经过近70年的辛勤耕耘，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。面向未来，我提议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。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到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。让我们凝聚起28亿多中非人民的磅礴力量，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同行，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，绘就人类发展史上崭新画卷，共同推动世界走向和平、安全、繁荣、进步的光明前景。谢谢大家。